号小朋友陈宗慧。好嘞，好嘞。Thank you.
一首等会再练，来，先换别首，然后这一首等会再练。是自选曲要考试的那个录了吗？大曲都没有的意思。哦，好，那就先这样。然后，那你好好再练这两首。好。哎呦，重录啊！换的位置。你说说看，昨天教有教指法吗？还是有教什么？昨天就是教用弹的、哦。还有什么？好，来表演一下昨天要教什么？啊啊啊啊！我会啊。好，来，
哦，不过你小提琴这样子拿起来已经蛮有架势了。没关系，哦，所以现在已经贴了两条了，嗯，一条是什么？另外一条是什么？白色的是什么？还有，啊，那个黄色亮的嘞？这还没贴啊。那谁帮你贴的，啊？不知道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嗯，这个胶什么，嗯？那你要好好拉来。拉，开始拉。昨天胶什么印？来看看。对啊，就拉老师教的，啊，哦，你要拿本子是不是？哦，不要。哦，不要，好好好，继续。嗯，那我星期三都忘记了。没有，你就拉你记得的，好，你记得的拉就好了。这个是什么音？瑞啊！哦，瑞啊，瑞！哇，这是瑞！啊，刚刚第一个是什么？拉啊，哦，还是什么呢？拉拉拉，瑞瑞瑞啊！哦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再来。这个是什么音？西。哦，西啊！哦，好，再来。嗯。西啊，来看。西嘞。好，继续。可是西的我不会拉。没关系，你刚刚已经有西了啊，哎呀。你就拉你的就好了。嗯，这是什么瑞啊？老师有没有说手指要怎么握？我看看。没有，就这样。就这样。哟。哦，那琴弦呢？琴弦看什么？我要谱子，要本子，好，来拿。它是跟钢琴的是同一本吗，啊？不知道哎。这同一个袋子吗？对啊。不是，不是，是黑色灰色的，灰色这个，啊，这一边，对，好来，来过来一点。